今天准备回家了，老舅在这装车呢，又快装满满的后备箱了。准备吧，上车。这家伙整回来一车东西，整回去一车东西。那你咋整？啊？你可没留点干的？没有。留一个，准备出发了，回家。多漂亮！到家了，看看吧，还是家好啊。这就是我老舅家，背靠的这个山，在这儿。还有啥？还有那个架。都在卸呢，你那架拿出来。还有吗？没了。不在这坐会儿啊？坐会儿干啥呀？他家啥也没收拾，收拾好了再来。行，走，咱回家。那这屋凉快，这屋有风扇。有风扇。拔了点。这俩老太太又聚一堆了。上那边坐，那边有风扇。家有那个大的吧，大风扇可以给他。大，现在是外面空气热，在这屋里哎呀，真不了，太热了，受不了。真是。我不住，这白天在这不住。这不拿个风扇，把这舒服，啥都行。上面不点坐，坐了凉快凉快不凉。该撤倒不凉，撤了不凉快，他咋的？哎呀，啥玩意儿？夜尿。我奶没事就在这躺呢。嗯，我除了躺就歪了，再就坐了呀，这风扇一个劲儿吹，哎，要不行，这两眼夜的呼的都看不着人儿。小黑认识你吗？认识，能认识。能认识啊？嗯，小黑。一天。你下车没往你身上撞？没有。没有。哎，臭小黑。两天没见，我想不想我啊？哎呀妈！头半夜汪汪汪汪汪汪啊！弄得我也睡不着觉，气得我要死。昨天晚上我那俩人，我能把他都带家去。一般车在那，他都不愿意回家。车在这样子，再就上那库门儿那子扒上去，也不知道有人儿啊，也不怎么的，光咬啊。你看我找着我妈了。我在那柴河差点又整回来一个狗，可被整的行，给领回来了。那小狗，我一叫它就跟我来了，都跟到家去了。你说的，多大呀？比它小，是个小花狗，白的带那个黄的。真怪，我就纳闷儿，我都服了，没咋地就光跟着你走哎，厉害。跟到家。他也不饿，那狗我拿回家给他尝试啊，他不吃，就跟他回去，他就跟着你，你一抱他哈，你一摸着他，就这样一摸着他，哎呀妈呀，就自来熟，就上你身顶是吧？上你身顶，就跟小盆儿似的，就跳盆儿了。你看，哎呦我的，我他在那躺着，我说小华快回来了，别人瞅瞅我，用尾巴晃了晃，可能他听声音，那个车他没听准，他听车声他就知道。嗯，这都打好包了呗。嗯，这是十几个，不到二十个，二十个。现在煎饼还有木耳都给搁在库房里了，看吧，货都备好了。没遇到别的问题吗？不懂啥的。哎，这老爹厉害吧？现在还能帮我干活、打单，然后打包发货啥的。他自己都能独立完成了，要不然我这都走不开，像这去我老家待两天，要不然这些东西他要不会的话我都走不开。这家伙黑的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